为什么说 TLW3 是乙道一族呢？其中当然是它的参数比较具有震撼性。首先呢，它的屏幕达到4.5英寸，然后分辨率能达到 720p。 让我们看一下它的阅读能力吧，文字阅读能力。文字比较清晰的显示出来，可以很小，看一下外文网站，维基百科，多国文字都可以很好的显示。图片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很清晰，细节处理的也很好，很到位。让我们看一下视频。这首音乐是 480p 的资源。拖曳还是比较流畅的，我们试一下 720p 的全屏拖动。超级战舰的预告片，配合这个 4.5 寸 720p 的屏幕，效果相当震撼。再试一下音频，其实我觉得 THLW3 的音质还是相当出色的。听一下周杰伦的《发如雪》，哎，错了，重新。跳过前奏吧。黄雅音效还是相当出色。提供各种低音增强、虚拟化等音效。感觉很不错吧。我们试一下游戏，找游戏资源的时候大家最好找 720p 的，不然的话就会产生黑边。这个游戏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Temple Run。 那手插座还是比较烂的，再来一次。还是蛮音多。今天就先到这了，下次再见。